陈教授，你看卖我带上来见你啊！赵辉兄，你受苦啊！陈教授，你这是安怎？完全无想要插人哦，这不是导师的风范啊！吴总监，嗯，我吼、有专工替你写一百字啊，请收落来。伊感谢你对我的关照，存心铺上离骨结。扬子江头春色凉，此去边关丁重看，海中又见鸡自松。哎，这是苏万殊去日本进前伫安庆，我送给伊的诗，无啥物特别的含义啊。按照常规啊，应该有英秀、兰幽、甲地甲，毋过伫遮。就按照恁的规矩去办哈。来，哎呀，陈教授，你真正足有个性的，啊，会当甲诗写伫咧这顶头，无大张会错啦。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。兵军阵中，啊，在下一定要好好收藏。这首诗有真深的含义呀、啊。吴教授，今仔日我算是帮你的福气呀、啊。会当得到这种墨宝啊，您开讲啦，我就袂交了。诸恶莫作，兵军阵中。赵副兄。算你风家的英英，这只鸟仔一直在陪你，比我较强。赵副兄，这是阮囝。做梦一百天时阵的相片，你看一下。一百天的时阵你无伫个，我无请恩师。哎，实际啊，真实的，我害你败兴。赵副兄，我真实是来给你赔罪的。小姐，你真正要跟我讲清楚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接受美酒评论了后，吴冰箱就来找我，一直警告我讲，兼讲世事，兼讲政治，若无就会马上处地，而且还要甲你加罪。我是无办法，我只会当采取这种。美酒评论，无讲政治，无讲世事，算什么美酒评论啊？不是无讲世事，无讲政治。是专门讲世事，专门讲政治。赵副兄，敢讲你认为杜威教授伊来话，毋是世事？杜威教授伊的专刊毋是政治？杜威教授伊的实验主义、原理思想，嘛拢是你赞成的？这就是政治啊！你讲的嘛毋是拢无道理。
不过我认为，即马上该要紧的代志，是在借五四运动的东风，全力宣传，鼓励民众都要行动起来，对根本来改造咱这社会，找一条救国救民的科学道路。两个十字，青青年主旨思想启蒙，每周评论引导群众运动，两个十字互相配合，拢在产生这作用才会用的。找路确实重要，关键爱去研究一挂科学的方法。我认为即卖咱必须加研究挂问题，兼讲挂主义。赵副兄，清淡五谷，这个道理一定得加讲啊。是是啊，你这个观点值得参详。无好的科学主义指导，哪会当把问题研究好？你这是头尾分袂清啊！你这个观点一定会遭受到首相的批判，对不？你讲了无唔对，即马我嘛唔知为虾米，首相甲我伫思想方面差甲是愈来愈济啊！伊即马规个心拢伫苏国的暴力革命顶面，卡袂着就是暴年是维克主义，这真危险啊！是子，咱三个人，首相是俄国派，你是美国派，我进前是法国派，不过我即马愈来愈偏向首相的俄国派。你拄则所提出的问题，我主张就要开始辩论。好啊，我来起这个头。不过现在我跟首相一定是对立的。赵副兄，你站倒一边。我也替你写一百字啦。刘明，去叫恩人来吃饭，随好。好。恩人，吃饭啊？我不爱吃，恁先吃。你整理物件是要去倒位？我去找大鸟先生，看伊有法度救单独秀无。嗯，你要去倒位找伊？伊伫汉文公署。你哪唔较早甲我讲啊？我嘛去整理行李。哎，从啥？你过来。安怎？我无拍算要带你去。什么意思？这件代志我一个人去就好啊。你也是听话，紧回去上海。阮家即马这个情形，对你无什么好处，而且真有可能会连累恁家的人。哎呦，恁两个是从啥啦？这久阁唔来吃饭？安怎？我无代志啊伊。你是安怎？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去找大鸟先生，看伊有法度救单独秀无。哎，阿姨，饭我不爱吃。我饭甲你带好安尼。无要紧啦，我不爱吃啦。大哥，哎，等马仔收神，就会当食白米甲馒头啊。哎呦，又搁管又搁细，马仔吼嘛剩无偌济啦。平常时吼唔敢食，想讲吼过年过节才来食。平常时啊厝内吼拢是番薯啦、番麦，迄个无够食咧。所以吼加开垦一寡地，会当加种偌济算偌济啊。食，若无够食免怎？平常时食较少咧，正餐无用食大个，平常时食较暗个。啊，若无够食，就出去甲人借。啊，若借无吼，就去甲人分啊。唉，大哥，恁敢唔想过？咱修行遮尼好，日子阁过甲遮尼好，阁还出去甲人讨饭，这是啥物道理啊？命啦，做牛做马的命啦。唉，无法度啦，甲恁遮有合阮的家族前身吼，袂当比啦。做牛做马毋是咱的命，命吼，爱咱家己决定。哈哈哈哈哈！